从2013年开始起航，用双脚寻遍中华文化的根基，用双眼重启一代人的记忆。尽管历经艰辛，尽管祸无传人，在中华子弟的心中，这是一份骄傲，这是一个使命。2019年起航，延续传承的使命。本地最霸起航，8月11日起，每逢星期日晚上8:30，八度空间薪火相传播出。